挡在我前面。我没有影响，我在加油，在加油。然后。好了，好了，来冷静了。哎，姐，走进来，你干嘛怕？好了，我来处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很生气，要冷静，我们来处理，好不好？那怎么会欺负女人呢？台中南屯26日中午传出一起行车纠纷，一名41岁朱姓女骑士与45岁 O 姓计程车硬将疑似因为争道互按喇叭，随后两人下车理论爆发拉扯冲突。加油了，可是他要从旁边过来，然后他就按我喇叭，那我就按回去。过程中，助女打电话找来王姓丈夫，没想到王男到场后竟然当着警察的面给了 O 姓硬将一拳。警方见状立即将两人拉开，事后双方互相提告。哎，姐，走进来，你干嘛怕？好了，我来处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很生气，要冷静，我们来处理，好不好？那怎么会欺负女人呢？要提告就提告，依规定提告没关系，哦，那个都是你的权利，啊，就不要再动手动脚，哦。接获民众报案，生于南屯区大屯南路与永春东路口有行车纠纷。警方到达现场了解，是一名计程车司机与机车女骑士发生行车纠纷，并在该路口停等红灯时，先是口角，进而发生拉扯。那双方互有受伤。为在警方处理的过程，机车女骑士的丈夫到达现场，突然攻击计程车司机。现场警方见状立即制止，并将受伤双方送医治疗。是，跑！吴先生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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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手铐起来，当撞到人啊！我这样撞到人，你都不觉得他这样子的自动开外184184。动拐自动184收到，对线 A 柱一零四上面的救护车。帮我把车流全部挡下来，六公里，六公里，帮我把车流挡下来。是。吴先生，吴先生，跑！吴先生，吴先生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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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麻烦六栋支援我一下。好痛！这边经常你有窃盗、侵占、毒品及枪炮弹药都会管制条例的通缉啊，依法将你逮捕。好痛！手铐起来，当撞到人啊！我这样撞到人，你都不觉得好痛？这样子，我头晕了，跑多久了？大家等我20分钟，把我从派出所